上警官。你好，你们是我的快递吗？领导，是的，是您的快递，您看一下。对。东子，我是你妈。我是你妈。好，我是你妈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这是你妈给我订单的话。东子，我是你妈，严惩不收的，家给我出警，以错为家，以梦为妈，信不信我打110，点名让你出警。平时给你工作能耐的，加班一直也不着家，有能耐找到女朋友回来，你可就加班，我也不管你。交完班赶紧回家，我让女娃给你定制的大美女回来了。啊，东子，那确定是吧？那中午赶紧放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女，28岁，至今单身。我是你妈。端午之前再带回来一个男朋友就不用回来了。你一天天的也不知道着急，我在老家都被人家笑话的了。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丢人。小姐姐，其实刚才说的不是我的心里话，都是你妈非让我这么说的，千万不要给我差评啊。我给你我来嘛，我给你滚你滚你一天，那这个我操，我现在2个都搞上来，现在2个都11万了，不用担心我啊，把我挣给你儿挣钱都完了啊。那个阿姨啊，这你别生气，这话都是你滚你的冤枉啊，实在不行你看看我给关，我也没妥妥媳妇儿。孝子，这也没用的。带个儿媳妇回来，我就要我儿媳妇，别的我都不要，不然别进这个家门了。Hello, it's me。亲爱的，你的糖宝小姐，你的粉丝闷蛋先生叫我帮到白菊花。花儿，今天我去种地了，种的啥子地？对的，历史新传的。花儿，今天我吃面了，吃的是啥子面？头上好像甜的面。花儿，今天我运动了，吃的啥子动？嘴里的每一次心动。花儿啊，今天我吃油了，吃的啥子油？吃的比最重油。要。Ha ha ha!